候补提案。那我们从上次开始候补提案是有一分钟的报告时间，由宇昌带来的以巴冲突战情会诊共笔。那么时间交给宇昌，一分钟。听说我只有一分钟，所以很快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以前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中有看过，所以要做的就是建立架构、收集资料跟收集贡献，然后需要找对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相关资讯熟悉的人，然后可以帮忙补脉络，然后也关心这件事情的人，希望可以收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了解这个事情的脉络。好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共笔入口忘记补上去，等一下就补，谢谢。谢宇昌，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提案，各位坑主待会可以轮流到前面来拿这个牌子，然后坑主臂章可以别起来，这边有纸，已经帮大家折好了，这个是可以立在桌上。